那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很多人都说啊，可能这一场就是看谁吧，说民众党这一场流行。哦，没关系，我还是支持。真的。很多人说我还支持，因为吴奇宪支持国昌。哇，所以是冲着国昌老师来的。对。发了哎！对，没错，选的这个赛事比较好。